录影失败第 N 加一次，插电。遥控器上，停下，按钮上下。坏的在这里，全部换新，全部换成40电机了。线路图三份，40电机的没有买到一模一样的，用两颗去改装。好，故意过五分钟再试，还没五分钟哎。啊，好累了。现在晚上12点整。差3分12点，刚刚有发生过，休息一下之后就不会动，所以又搞了一小时。这一次休息一下，看看它会不会发生同样的情况。男人的面子，男人的坚持，奋斗了一个礼拜，这一次真的 OK 了。前面录影录了一堆都是失败的，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次录影了。心得，心得，这个电容多买的，没坏，电池把它确定坏了，电池开关。电池接触开关，应该叫做正反接触器，然后一开始想买的规格没有，然后想买单颗的来组合，然后单颗的我要买的规格没有，然后他只好给我比较复杂的，但是目前看起来复杂的才是对的，所以有好运的成分。不是说好运的成分呢，如果他拿给我的，如果我买回来简单的会装不起来，然后会再去换，然后现在这个复杂的能够所有的线路都有用到，所以就是要买这么复杂的才接得起来。好啦，
爽啦、啊。